现在还有一个小情况。灯灭完了，但是刚才导演提醒我说，我们的候补运动员里边有一个女生一直在看台上发生的事儿，那个候补的女生对她很有兴趣。我们请那个女生上来一下。来来来来来。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曹文轩，来自江苏南京，今年22岁，是一名音乐老师。你告诉我，刚才在你的后台看台上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吸引你的是什么？从你下来我就有注意到你。卫视二的里面，你有收藏旧物的习惯，然后我也有。你说，情绪的那种，我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，就是也喜欢平和的解决问题，不喜欢争吵。那挺好的。那挺好的。然后，我有点紧张。没事。还有就是，因为我们离得也很近，这一问吧，好像有点说不出来。那有没有你现在想问他了解的问题呢？可以提两个问题吧。然后就想问你愿不愿意，就想问你愿不愿意。哎呦。来，到你了。你可以问他两个问题。那我不问了。那我就拉走了。那我就拉走了。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藻之旅港荣蒸蛋糕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。